玩没有事，我不要玩了，在家玩 PS4 更好又多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不要玩了啊。Kevin 该叫我跟他一起进步了，我没有进啊，我不要玩了。那个手还有问你们，你的朋友没有来啊？讲啊，来跟着我，还是看这里笑啊？还是没有重量打的啊？问他。不过我看也没有人敢打啊，他坐那边。我爸一来吧，我看不谁敢打、啊。你跟他，你看看是怎么打、啊。10%，我给他commission1%啊，他们只要赚。